每只虫都长得不太一样的呢。我总会想说，哦，总是这个传送文这个怎么上？点点跟巧克力选一个，点点呢、啊？怎么选巧克力？它是不会坏的。巧克力不会坏。有人我挖完了。他们完全没有在抢、欸。哦感谢有你，哇哇，你们是不是怎么了？再见了，再见我的爱，再见我的爱。我可以发起投票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觉得谁可以啊？你觉得谁可以就票他，但是你票错的话、啊，他今天一定会弄你。看你、欸、你弄了、哦，你竟然不听我讲完，好来，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来来，你选一个，你选。你选一个，哎，间谍让你弄他没关系。怎么选？你就选我们，赶快。你跟我们讲，我们帮你投。对，时间就要过了，就不能投了。我觉得呢，我觉得在场讲最多话的杰克。我觉得我话比较多哎。好啊，这只是同学校的针对吧？就投你了。对啊，这是针对吧？我觉得你应该是针对，没错。今天要被弄死了。看起来不像吗？好了，我投了。我也投了。你也可以再点一下，他可以怎么按有没有啊？不会坏掉了吧？他应该个投票结束吧？他要点。哎，哇哇，就是你啊！哇，就是你啊！这么做的，哇，那你要不要回去啦？该回家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就要打你，把你带回家。等一下，他在打我。你赶快跑、哦！哇，他死掉了，他死掉了！金酸，他已经死掉了，他不能酸了。他在哪里？他楼下，杰克捡到了。楼下，等一下，我捡到了，没事。我刚拿回来了。好。哎，宝石嘞？哦，旁边。等一下，团团过来了，团团从最左边过来了。好、啊，你这边有路上去吗？我是直接从中间走。我想问你啊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不是我挖的、欸，你要不要直接挖上啊？直接挖上啊！对，你直接挖好了。上来。哦，这边，我反面这边。直接上去。可怜的。团团上来了。哦，团团在炸，团团在炸。没事，你赶快去。其实我刚刚真的是觉得杰克有问题啊，因为他是怪怪的，他竟然不会挖我的金矿哎、欸！哇，太怪啦！全拍了。好了，我下面堵住了，好了，哎、欸，你至少先升到铁装，再來就是买个无敌跟瞬移，嗯，是吧？无敌跟瞬移，对。哇，你还用摔的哦？给我过来，你给我吃，试一下好不好，给我吃金苹果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杰克来了，我先来了，杰克又来了，杰克在楼下哦。好。来了，感觉是不是？哎呦，哦，一样的。那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没有换呢、啊？我不要当国王，这旗帜可以干嘛？六人谁？旗帜会加你的血量。哦、oh。你要放在副手，对你副手拿着。哎、欸，他们国王死了。国王死了。哦，那你们先打架好了，我在楼上。好，你安全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也换点。光摔死了。他们光死代表那边的人有做事了哦。间谍做事了哟。就杰克，不是杰克啊。刚没有过来就是巧克力露米啊，还有哈记啊。可巧克力也死回去了。对啊，他是死回去的啊，可能死回去做事吧。嗯。可是没发起投票哎、欸。哎呦，应该是。哎，米贝，你身上尽量有金苹果，但是你要记得吃，要送给对面。好，你不要说啊啊啊，然后就被打死了。对，你不要啊啊啊半天，结果嘴巴张开不吃东西。哎，我刚还在哪？我刚还在换到一半，他就上来了。你先把它放在那个快捷快捷里面。嗯，东西要放在手上，嘿。真的。
随时拿在手上，跟手机一样。苹果在哪？苹果那个屠夫。嗯，知道知道。屠夫屠夫，左边左边。哦。啊！哦哟！哇哟！杰克哦！杰克哦！哎，你们学校的都这样子哦？你学校都这么派哦？对啊。都教出这种的，看来要转学了。真的。不能跟他同流合污。我不想，我才不要。多金钱。有了有了，我买了好多金苹果。哎哎、欸欸，你买多少？你。哎、欸，挖矿下岗，挖矿、哦。我买了六颗。哦，那记得吃完哦。好，可以记得吃哦。现在就要吃吗？嗯、你可以先吃一个保平安。你先吃饱，对。好，我吃饱。吃一颗有两、嗯、多两颗爱心会比较好。嗯。我们发起投票喽、嗯。发起投票喽。我猜是，我觉得是巧克力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不知道、欸。巧克力刚刚去抢中间的时候，竟然摔了两次，这不合理啊。对对，他摔了两次，而且他是空摔。对啊，假摔哦，他真的是假摔。好了，真的、啊，你安全了，你安全了，你安全了。OK OK， 人都回来了。我就说巧克力刚才摔两次不合理嘛、啊。我要去帮他，我去帮他，我帮他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我摔到，不是你摔到，跟我们讲一声好不好？我会害怕。我们要去支援了。巧克力发，巧克力掉世界外。不 ，Oh no。Oh no！ 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刚刚不晓得是不是 bug， 我刚刚是直接连续炸他，他都没扣血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讲、啊、很难炸国王，从上一个版本开始。不是我刚刚故意给他钱，然后让他去换技能，啊、他在换技能过程当中我狂炸，然后他完全没扣血，然后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过去炸。太快了！没关系，我等他过去炸，反正是一样嘛。完美的司机耶、欸，真的。结果我没有成功。哇！其实刚刚就在猜你是不是只是单纯想来打那个。哎，对啊，看你们有两个人在啊，杀死他我一定死啊。对，就是中了。我刚才想来打、欸，没事，米菲，你有没有钱？你买一下发光。没有。刚刚你们这里的奴隶有删了吗？删了，删了，升满了。删了。他们那里还没。一直在各种混乱，然后我一直看啊，还没奴隶三啊，假装不知道，假装没有这回事。刚刚看巧克力叠，巧克力叠两次就觉得不合理啊。第一次其实我真的是不小心叠了。哦，是啊。就他们一直在聊一些很坑的事情，听着都让我坑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怎么抓到间谍的吗？你可以有说吧。你们不就是心结吗？米菲的心结啊，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的意思。杰克过来就说他们有心结，因为他是小气鬼，我就说他怪怪的，把他开除了。他就说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投票、欸。我说，对啊，你就是点下去，然后他直接给我点下去了，我还没讲完。在解说中他就点下去了，超好笑。我说好了，那你挑一个啦。他说好吧，那就话最多的杰克吧。我说。那场话对错是我吧？开心吗？他们有说可能是刚那个央、啊、现在有抗性哦，好、嗯、像结婚有理。可是那抗性也只有一而已啊。我也觉得 啊，嗯，因为没道理这样。你知道有几次王国的时候，我不是都你看着我在他们敌方家炸人吗？嗯，可是丢出去真的都是没什么伤害。真的，嗯，有一个角度。小雨，你还有很多垫脚石吗？没有，我有，还有两多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去抢他们的翅膀，他们还没拿。好，哇，那你去，我去。哎、欸，那其实可以，哦，没事。我们翅膀在我身上、哦，看有谁要玩。我那时候就看到你们有人在飞了，也不跟他们讲、啊。他们都还在那边扛来扛去。他们在扛什么东西啊？扛什么了？在那看那个口水啊，吃口水啊，吃口水，他自己很累啊。哇哦！我先回去。哦，他们这么嗨哦。对啊。啊，他们有弓箭了，可惜。嗯。没关系，就击落了。什么东西？所以现在没抗性了吗？还是有？抗性只有结婚的人有、啊。跟谁结婚？跟我。泱泱。哦。哎呦，看看。可是我现在钱比较多很多，我不能丢、啊。不要，而且都不要离，因为你离了就那个，有可能是你扣钱。对，嗯，哦，好吧，第一天要结束了。麦克，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我听到一个歪的声音，没有啊？喂，没有，没有、欸，我没有。喂，喂，会不会是你的现场音？哎、欸，七月了啦，很可怕。那个喂，那我刚才听到那个情况怎样？没有啊，你是跟我一样材质包没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会不会是材质包没换啊？你那个寒冬。我有啊有啊有啊，没换，超好笑。对啊，我刚才就听到了，怀，喂，好恐怖、哦！我牛排先丢一边，你是联合欺骗我？没有没有，真的没听到，没有真的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欺骗你嘞？你真的好可怕，我在七月。你说欺骗米杯就算了 ，creeper， 啊 ，Oh man， 买谁刀啊？什么鬼？哎、欸，米贝，米贝，对话框框有个准备，准备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钱钱记得抢。好好好，我刚丢，我刚丢漏就是这个原因。你要去冲，好，去吧。他们的那个翅膀还没拿到、哦，生出小孩了，好、啊，生出小孩，小孩，生出小孩，我看见小孩在哪里？米贝在哪？我不要，生出小孩，小孩呢？小孩在他家。哎、欸，我帮你了，我帮你了，我帮你了。哦，睡，哦睡，刚好是哈吉，刚好是哈吉，刚好是哈吉。有钱了，有钱了。哦，我钱好多啊！哇，一生小孩就离婚了。小孩应该在其中一个人这里。嗯，哇，他在干嘛、啊？你的抚养权被抢走了。该不会是父？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这里有小孩，小屁孩。哦，有啊有啊有啊。屁孩是什么？屁孩是什么？你可以干嘛？小屁孩。就我方的人啊，他可以帮我们打打人。哦哦，屁孩。这好可怕啊、欸、这好可怕，米贝你可以，他是你的小孩、欸、给我一点钱吗？哎、欸、你要想一想、啊、你们的基因可能有缺陷生出他、欸、缺陷缺陷，我以为你要放箱子油喷在我身上。野国王，其实我钱好像也不能干嘛，不如就发给你们好了。哎呦！看你吓到我，看到屁孩了。对啊，那个主播看到屁孩的头，吓一跳。这个死灵法师，他的那个第三个厄运水晶，一天可以赌三次，你可以赌赌看，你的运气应该不错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，你们放那个书柜，我用好了、哦。好。真是满书柜。钱多少？钱。够。没事。哎，等一下。哇，那。欸谁要附魔？我附魔，我很多钱，我先附。好啊，那你我先处理附魔，我帮大家先远程准备一下远程武器。我直接被呛了，你没有资格附魔。啊，那个保险箱我连升级都无法。好，因为你们要升级一阶就好，五十块的。好，我升，我升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有卖、嗯、卖药水的啊。那个最右边的那个。那叫什么烟雾弹？找到爆破兵，爆破兵。对，爆破兵。我丢闪光弹。那你在干嘛？啊？我。这我看一个，他在干嘛？我在练等，你不要靠过来。你不要去吸人家的经验。你不要去吸他。我在练等。你不要偷偷过去吸他，你呗。我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在闭关修炼，好吗？好，等级交给你练，我们去炸他们。好，炸人呢？希望来得及切。炸虫虫，为什么攻又回来？现在这个是冲击，他们完全天空都没什么东东。嗯，还没弄。可能他们在弄。他马上就走。嗯，那是他们过去哪？爆炸保护。开心 Go Go， 监视保护就好了。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其实你站的位置，为什么要站那么远呢？啊，奇怪吗？监视保护，对。我帮你盖一个温暖的家。哦、oh, oh, ，他们在射箭，他们在射箭，他们在射箭。哎、欸，很痛哦，很痛哦，他们箭很痛哦，痛痛痛痛。所以你看，我前面才盖一个。哇，插两根毛在地上。你还有？弹吗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可是我不想要炸那两根毛，让它就是地上变那个。所以你要摔下去打是不是？嗯，有一点想。你可以把蛋给我，我帮你几顿。其实还好啊，地上碰到的跟我们丢这个没关系啊。所以你就不一定。想想。不要想，先丢一下。
哦呦喂！我已经差了一下，我就说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我先回家喽。回回回，应该是泱泱吧？啊，有炸弹！泱泱怎么了？我来试试我的战法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这样子。可是你发光哦，他看得到你。干，算哦。炸弹丢到我的头了啦，掉下去了啦！我用身体接弹呢、欸。哇塞，怎么会接？拦截。嗯，抓到他。我发光了。对，有人跟着你跑上来哎、欸。你没内内啦。熊猫团团，熊猫团团，熊猫团团。张总又很干了。嗨！哎，繁星，你结婚了？哇！结婚了！结婚，你一二七，好像没很亏、欸。我刚花过钱，哎、欸，我好像赚哦、喔。对，哎呦，赚了！我只是怕你挂掉。哦。哎呦，炸开心了，炸开心了！好好好，回家了。啊、嗯，再弄一下钱啊！这个 ID 是谁？他进刚刚我们家，他应该有拿旗子啊，有教他拿、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副手。嗯，强力三，嗯，你有好附魔啊！一会儿就看到小屁孩，有击退也不错。有巧克力，你先强力四先拿去用。哇、哦，这已经很好了。先拿去用，先拿去用。我想要更好啊，好想更好、啊，还要更好啊。对啊，啊对，这个巧克力，这装备，等我一下、哦。装备都有啊。等我一下、哦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个三十秒。放心，怎么？啊，有。死的。经验值差一点点。啊，放心 QQ。我就有防弹的也是不错，哎、欸，那个经验箱子里哦，箱子有啊 ，OK， 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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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我可以再过去了，啊，可以，我可以继续的，想一下、哦，这个，你我现在是先等你是不是？等我一下，快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行，我好了我好了，等我一下，哦，米菲你有学技能吗？技能是什么？就是无敌呀、啊，瞬移技能。没有哎、欸，多的装备给我，多的装备给我再继续付。我刚刚放箱子了。好，我这个钱买得到吗？可以可以，你钱领出来，然后跟那个技能书商人换。可是我迷路了哎、欸。好，好，就是往上挖。万一现在是安全的、啊，等一下你上有要上来再买、欸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锋利四，锋利四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雨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小雨你可以帮我买个失明药水吗？我先用弓箭。失明药水吗？对。看我还有没有钱。锋利四有谁要？锋利四，我那个装备我也先放箱子，因为这不是防弹，我先用弓。好。哦，怎么有在炸的？好，我马上准备。